袁绍突然渡河南下，进入曹操领地，夺取了吕布所持之丹药。因惧怕袁绍率领之妖魔，曹操军据点纷纷叛降。尽管曹操军大战过后兵士劳累，局势十分不利，但其将星并未失去原有的光辉。曹操鼓舞麾下将士，一场赌上存亡的反击即将开始。银姬的据点被袁绍军攻陷了，白马的先锋部队被敌方大将颜良和文丑击败。请给关某一个机会，以报答明公之恩情，关某必定献上敌将首级。需要多少兵力？某只需一人即可。哼，袁绍很强大，多加小心。天上之星如今眷顾何人？此役结束之后便会见分晓吧。白马之地乃是渡河之要冲，压制此地便能遏制敌方的援军。没错，为挽回劣势，曹操军必将拼死奋战，但是我等另有目的，要去找出害死老爹的妖道。撤！曹操军到达白马在何处？曹瞒的首级。是，属下定当死战。太慢了，别跟孤扯什么战力不足。兄弟不在，至少能有阁下与某同行。出发吧。
此地将成为胜利之基石。前行。
真是精彩，如此就夺回白马了。云长，恰逢初春，正乃是以远行之时。延津之地，据传有人建议青龙从天而降，求于凡人之身。莫非兄长身在彼处？不妨亲自前往此传闻提及之地一探究竟。按将军的吩咐，将马厩里的马先来了。没想到是赤兔，居然还活着。此骏马能日行千里，但是非常人可驾。是在下多虑了，真不愧是关将军。吾送云长出行，特此预备一份薄礼。感激不尽，明公大恩，他日必报。听闻延津已沦为妖魔巢穴，
可否前往助云长一臂之力？玉德，你还活着？你这叛徒背叛誓言！在寻找大哥之时投靠曹操。等等，玉德，关某已知晓兄长之所在。少在那里给老夫胡说八道了！关某句句属实，对此青龙偃月刀发誓。都说到这地步，俺也只能信了。Thank you.
之基石。No!
何等狼狈！你所信赖的义兄弟如今身在何处？你的同伴又在何处？明白了吗？所谓情义，不过就是空谈。即使如此，备仍小心，小心两位义弟。嗯，大哥。元宵，混账，立刻放了大哥。尔等就在情义的束缚下，灰飞烟灭吧。云长，一德，别管为师，快跑。兄长，怎会如此？兄长，再多一点，大哥。被昔日虽有满腔热血，却力有不足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同云长与义德在桃园立誓后，如今终得立足于乱世之中。辈虽竭力奋斗，却未见功业，甚至险些丢了性命。然而总是跌入失意的谷底，辈仍坚信着兄弟与同伴之情谊。
天下之大，知己难求，正是阁下的重情重义鼓舞了贝。贝决心继续在情义之道上前进。知道个好去处，好主意。但是，战斗尚未结束。袁绍企图利用妖魔大军之力一统天下。说来，官渡的天空也是奇怪，莫非是袁绍搞的鬼？眼下唯有阁下一人能够阻止袁绍之暴行。此处便交给我等。请阁下速回曹司空营中，必须竭尽全力粉碎袁绍的野心。